现在在佛教，可以说在全世界还在传。实际上，这个传是形式。过去传是真传法，以心传心。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整个社会也变了。不要说是入定，大概十分钟的清净心都很难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，能够发脉接下去，无漏无量。真的要传道啊！宗是个特别的修行方法，另外的是其他的，这属于教。教有经典，现在这个教也没有了。先手传的是华严，天台智者传的是法华。教下这些典籍现在也找不到传人，宗没有了，教也没有了，现在剩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净土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法门还行，这些年来说时时刻刻我们听到有修行成功的自在往生的瑞相稀有的，我们看到只有这一法。我们选择净土法门，这是踏踏实实可以能成就的。上面的祖师是印光大师，我是跟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的法是从印光大师那里学来的。我跟他学佛十年，他把这个法门传给我。教下的经典我们学过，但是没有人专门学一个宗派而有成就的，所以我们眼看到佛法是衰，这是很可怕的现象。所以今天佛教起来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办大学，这是个可行的，也是大家不会有障碍的。就是佛教要走向教育，那么传承古代的传承断掉了，现在重新建立，那是有大愿、大心、大德，让世间人再看到佛法的光明。可是谁肯做呢？经典在，不难得到，怎么修？修的基础是看破放下，谁能看破？谁能放下？我们今天能传的只是经本，不能算宗派，跟宗派边都打不上。能够把一部经学通的，能够讲，能够依照经去修行，这就算很不错了。如果不求往生，所得的是有限，往生才真正超越生死轮回，这是真的成就。净土中这样的人有，心地清净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求西方极乐世界，在家出家的人还有。传一个后人不是传人，是传榜样。而在中国大陆最近的海鲜老和尚112岁自在往生，欲知时迟。无念首先要做到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要在无欲六尘当中丝毫不染，寥寥分明，智慧现前，宇宙人生自己别人清清楚楚，但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像一面镜子一样。
照见无人解苦，度一切苦。现在人是着相，看到了，他就印到心里去，马上就发现，你即使照镜子，镜子里头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懂得一点味道了。报声